跟跪尿的时候，三公分左右折一下，三公分左右折一下。如果折不下去，就不要折了，因为太刮了。水滚了之后，放进去跪尿，然后呢，经过2到3分钟左右，跪尿的滚筋摸起来。软了，这样就熟了。好了，滚了之后好了，就把水沥掉。就开始把水沥掉吧。好了 ，OK， 现在就拿去放凉了。将你少许。味噌一汤匙，番茄酱2汤匙，醋2汤匙。把它拌一拌。哇，凉拌桂标做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拜。